一年当中只有两个月时间有的吃的，潮汕苦赤心吊龙状丸呢，大家有没有见识过？这种丸子啊，只有在清明节前后才有的吃。那现在呢，距离清明节呢，只有一个月的时间，早上6点多。在潮汕的菜市场上面呢，每天都有大量的制作，很多人买。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。早上6点多，大家都出来赚钱了，菜市场好多人。那我们来点苦刺心，苦刺心主要可能是青汁过得点来做，伊基本就是含着几片啊、籽啊尔。听下来，细细点吃。这就头先你咸的尔。含着下伊个味道真好好，甘味较苦味较淡薄。做大蟹来卖的，大蟹来较细，大一点，用点来点牛排呢。那这些呢，就是苦刺心菜了。它的枝杆上面呢，是有一条一条的那种刺的，所以叫苦刺。跟我们平时吃苦瓜带苦的食物一样呢，简直都是青瓜明白好科学，还有各种对身体好的作用。伊做鸡肉跟毛肉啦。到时候就是叫半下菜香，然后叫伊个味，当作袂使炸，好。那摘完苦刺心菜呢，我们来提我们的吊龙肉，猪上面脂肪最少，但口感又非常好的一个部位。扛得到的就就拿出来，十根，就差不多三吊呢。两斤，一斤，两百五。南椒好，嗯，很好。钓那个关和钓拉，只要拉了下龟，它有搞，有两个非常结实，然后该和它它等上搞完。哎，加水看个拉边水果，过去攞排就系有果。以前是都系攞打嘅。其他苦刺心菜它是有配比的，5斤的肉呢，大概配2两的苦刺心菜哈，不能加太多，要不然呢，它可能会太苦了。味道口感又刚刚好。加2两的苦刺心，它就刚刚好，回甘又鲜甜。搅拌完，我们开始挤丸子，然后定型。水温啊，我们都控制在80度左右。啊，很漂亮啊。大兄个有根骨，啊，大兄菜系个食起来好好。做牛公鱼，主要是炖的姜，了弄落去拉较根，伊口感先再好听。牛公鱼就该有落根啊，是。但是咱好之前就无落根啊。牛公下底，落下底即系食位嘅下底嘅汤底，即系落牛公下好个，伊物件要加水，即系无得功夫。谢谢，真个很甜。啊，口刺心好像看起来比较漂亮哈，对比一下香菇丸，尤其是金花青，你啊你好。我刚刚味道该不错。这首歌几通凋零一号？这个嘞？红椒。天已经亮了哈，菜市场上面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各种口味的丸子呢，都已经制作好了，5分钟之后呢，就煮熟就可以吃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在家里面用丸子呢来煮米粉啊。吊龙肉丸呢，我们要冷水下锅慢慢煮开。即使丸子呢是从冰箱冷藏，启动硬硬的，也是同样的冷水下锅煮开了之后呢，不用太久。然后你加米粉啊，加火条，等那个丸子稍微有点膨胀，那就立马可以吃了。哇，好浓啊！由于我们加的苦刺心呢，并不会非常多。它更多的是那种淡淡的苦干干的味道，舒服，吃起来非常舒服。然后这个是香菇虾米丸，香菇虾米在里面的馅大家能看得到，带出那种香味是很特别的，很好吃的，很鲜啊！这潮汕丸子真的是千变万化。感谢一位朋友，自己买点丸子，回去煮米粉、煮粿条、煮面了哈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